是做科学家吗？后来为什么没做成呢？还曾想过做老师，丰收人分钟，还有我的专属节日。后来我也想做，但是无尽富裕，或者是旅行家看尽风景。可是我此生已经没机会像他们一样活得精彩无味，还是我一定要不活得畏畏缩缩，希望得到什么就勇敢追。可此生仅一次这一回，我也不愿后悔。人生啊，只有一次吗？那就算了，不用重来，我就自己修改了，修改成我想要的样子。小狮子啊，开始觉醒吧，我面前的绊脚石会在奔跑时被点起，让我站得更高，飞翔吧，这一辈子我来决定吧。决定了。